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十九课拥抱的接单串。好，请大家首先翻开我们书籍当中的这一份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首歌曲呢是 C 调四节拍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，整首歌曲我们右手的一个伴奏型呢非常简单，都是四三一二，还有一个呢是五三一二。就是他们在来回不同的一个循环。那么我们的左手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一个是 F7， 还有一个 EM， 还有一个 DM7， 还有一个 C， 那么这四个和弦呢不同来回的转换，所以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简单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一块来尝试一下我们的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前奏。好的，先看到我们第一行排第一小节一个 F7 和弦，我们右手呢需要弹响的呢是四三一二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第三拍呢是我们的 EM 和弦，三四拍按住 EM 的和弦，然后我们右手呢也是四第二小节按住 EM7， 右手同样四三一二，然后我们的第三拍三四拍呢是 C 和弦，这时候右手需要弹响的是五三一二，这个呢是非常简单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块来给大家来一块来尝试一下啊，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男生的调，女孩子唱可能会稍微低了一点，大家呢可以加一个适当的品味，但是为了为大部分同学考虑呢那现在我就不加变调加了，就先这样子给大家示范一下啊，给大家简简单单的唱一段。这就是我们的一段，然后接下来往后呢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间奏，间奏呢很类似的，相当于呢也就是把我们的前奏呢弹了两遍，然后呢我们再重复第二段歌曲它就可以了，整个呢都是同样的一个弹奏的方法啊，这个呢非常的简单啊，大家都转换一下啊，然后都去跟上我们的唱，都配合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学到这里。